来，让我们看一下今天的投稿视频。欢迎来到王者荣耀，等等我，等等我，别上当，等我，等我集合，准备团战，敌军还有五秒到达战场，全军出击，猥琐发育，别浪，别浪，进步，暗影主宰撤退，别打主宰，我去去去去，战场暴君，注意保护保护，主宰主宰，保护我方防御塔，攻击敌方李元芳，保护我方最上将。我还以为地狱火优化了，没想到是红 buff 他表弟。兄弟们，我们继续看下一个视频。众所周知，敌人杰二技能是无敌的，今天就是势能不能减，诸葛亮大招。这里把敌人杰二技能稍微调整一下。从视频中可以看见，敌人杰二技能虽然无敌，但是解不了诸葛亮大招。我们再重新试一下，敌人杰二技能确实解不了诸葛亮大招。这就是你说的稍微调整一下。兄弟们，我们继续看下一个视频。哎，姚子英雄虽然长得可爱，但其本身的强度太低了，所以一直以来姚都被大家称为混子英雄。但一个会取猪的姚，那就不是混子了，他就是版本 T 零英雄了。今天就给大家看看一个会取猪的姚玩打野到底能有多强。开局先打了，然后去反对面老虎的红区，但对面老虎刷的太快了，开局50秒红区全没了，那我们只能转换思路，把项羽给反了，直接让猪咬他，再配合队友咬死亡道君，然后去反老虎的蓝区。然而我却大意了 ，buff 被老虎给抢了，可恶！直接取助攻老虎，对面中路包过来了，救了老虎一命，那我只能硬着头皮把他脸给拱了。老虎这波竟然没有走，有点意外。再来抓一波黄忠，黄忠团战威胁太大了，他不多吃几次我心里不踏实，越塔解决掉黄忠。完了，老虎来了，看来这波我要死翘翘了。最后挣扎一下，啊，我这没死。兄弟们，我好几个月没玩王者了，现在王者都改成这样了吗？兄弟们，我们继续看下一个视频。什么600多万血量的红 buff， 这一拳要是打下去，那钟馗岂不是？兄弟们，我们继续看下一个视频。想杀我？我买了冲击铠甲，只要连续5秒不受伤害，就可以抵挡一次伤害。诸葛亮大招距离2秒还是3秒，就能抵挡伤害。只要我拉开距离，延长大招命中时间超过3秒，就能成功挡下诸葛亮大招。3、2、1，你他妈的！这个装备是真的吗？不过最后那声确实挺好听的。